怎么去分组搭配，可能要考虑一下身高啊、体型啊，然后平衡感啊，怎么去搭配出三人一组的组合来完成这个挑战。那同样，今天我们最后坚持下来的那一组就是获胜组，是不是哪个部吧？是哪个部？对，参出道一样的就先分为一组啊，你说哪个部？哪个部？好，史上最科学的办法，是哪个部啊？没有没有，来。只能是石头剪刀，三二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三个剪刀，是我没有懂，为什么一样的先出来吗？石头剪刀布 ，OK， 剪刀出来，剪刀出来，剪刀三个人，对，三个是剪刀，好，再来一次 ，9%，9%，Justin 程程和小鬼接力组，剪刀 ，represent，OK， 再一次，石头剪刀布 ，OK， 布出来。来，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分组。我们首先剪刀组第一个出列的是陈正、Justin 和小鬼一组，然后中间第二组是子毅和我们的坤坤，还有我们的正正一组。那第三组是我们的燕俊、长进和农农一组。好了，每组来各自领张报纸走吧，一组一张。报纸应该都没有差别，一样大的。报纸的那个石头剪刀布，然后来我们六左中右吧，各站一组，这样能够让机会都看到。来，我们第一组站左边，好不好？来，刚刚第一组剪刀组，来陈正，来你们组到这边。好，小鬼，谢谢。来，想一想啊，这个要成员彼此协作，因为报纸会越来越小，但是却要站在上面不掉下来。然后中间是我们对第二组，第二组到中间，对，把报纸放地上就好。第一次我们对像子毅这样最大第一组，三个人站在同一纸上，三个人站在一个纸上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以为呢？现在才知道规则。我以为轮流来，当然是三个人站在一个纸上。所以为什么要考验团队协作能力？大家要一起来完成这个 balance， 要 hold 住。第一个还简单一点，因为报纸很大。长进，你们那边还 OK 吗？ OK 啊。对，第一个可以两只脚都上去，因为报纸很大。长进的不？大家可以自由发挥，同样也是要站住5秒。5秒的时间，然后站在这个报纸上，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在报纸之外落地就算成功。来两下，子毅，你们这组 OK 吗 ？OK， 好 ，OK。来，各就各位，我们先来第一轮最大的报纸，我们要5秒的时间。我们听大脑，好帅。因为昨天长进说他分不清楚是听我的还是听屏幕，所以我们今天以屏幕为准，好不好？屏幕的秒数。就算是倒计时成功。好，我们把报纸摊平的话，这样子面积会更大一点。哎 ，OK。这样的话，这边一只脚都不用就可以站着。啊，现在是这样，待会儿变小了就会越来越大，小心别把报纸弄破了。来，我们开始，准备好，大屏幕倒计时5秒，我会来观察谁落地了就算 out 啊。来，准备好啊。确认完，每只脚都在报纸里。开始。来，检查。很快，完成第一轮的考验。报纸对折一次。这样很大。再来。这样。这一轮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报纸变小了，大概能够容下4只脚，我觉得。看看怎么样进步。我觉得这个有人会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有人会输。觉得谁会输？我知道，就是有人会输。脚大的会输，会踩出去。哎，我觉得这么，你们站稳了就行。来，你看左边的这三位，非常的迅速的已经站稳。我来检验一下。陈正，你的脚后跟要小心啊，很有可能会踩到地板上啊。所以待会儿那5秒的时候要坚持住啊。好，来，都找到自己的方式了没有？这组的报纸是最惨的，已经被踩得破了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好，都 OK 了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倒数5秒，开始。五
5 4左右两片报纸已经破了，怎么样 ？OK 吗？这怎么玩啦？蒋劲，你觉得这一轮有没有难度？我觉得上一轮就有难度。龙龙，你们这组还好吗？通过了。可以啊，有信心。首先我是这样子的，我好，来这样子，要商量一下怎么去完成这一轮越来越难了啊。这很难啊。好，真的，不行，这边想要查场是蒋劲的。这边的报纸反正是已经毁了，但是等一下不要亮，这事情可以吗？觉得这个等一下，这轮能完成吗？我觉得没问题，没问题哈。个人撑着，然后两个来，我执意要用自己的力量 hold 住他的搭档，有点难是不是？还有啊，飞他。是我你这太厉害了，你这不能超越。来研究一下啊，研究好我们就开始。这轮感觉一定会有一组王淘汰，因为确实很难。哇，踩鞋子。哦，不失为一个办法，就这个办法。这边已经想到了吗？好像你们每个都是这个 pose。对，我们到现在站到无敌。这个 pose 很好用啊。哎，大家可以借鉴一下。我们这组剪刀组的 pose。根据你们组的 pose 是的，哎，这边也很聪明，看这边这个 pose 也不错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啊，是就是刚才你还是弯腿开始，好吧，开始。你们可以在没有开始的时候放松一下。我们在研究，我们在这游戏很累。恐龙怎么了？好累哦。啊，换个报纸。这个，来吧，来吧。对，恐龙真聪明，来换个报纸吧。换一个倒数。来，再乐祸给他喝。开始喽。嘉欣，给你们一个新报纸。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接下来就是真正决战的时候了，因为这一轮难度非常大，应该会有一组要掉下来。等一下，他这样可能会有一点，对，然后你这样，然后我这样，我这样，中间这组要不走寻常路，一直在走一些很难的动作。你确定？因为被形容出来了吗 ？OK 的，好 ，OK， 来，小鬼，我们各就各位，右边那组也 OK 的 ，Go， 好，我们都回到自己的报纸上了。来，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 ，OK， 好，老靠谱了，来报纸，报纸，哎，哎，刚刚是我们上，没有，一开始是世界那么大，而此刻我们去了，就逃过。好了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来，倒数5秒，准备，各组各位。对，我们这边进组，左边进组，我们坚持很久了，已经50秒了，可以开始吗？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倒数开始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还可以再试一轮。你还可以再试一轮的，要再折小吗？还要必杀？对啊，我那就不然左边这组来挑战一下这个必杀。如果有没有人要挑战的，另外两组可以选择放弃。我要加，也可以选择来。我想要坐在那边看，我才能干不出东西。我想要坐在那边看，可以的。来，我们左边这组一定要挑战更小的一面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啊 ，OK 吗？要不然试看看呢、啊？如果能成功，有点成，就是。好了，这一组真的很拼啊，然后同时也觉得我们很拼，中间和右边的两组也完成得很好。
样子吧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惩罚，其实我觉得都是福利，因为每位。